各位莲友，阿弥陀佛。每一次到了凉房的时候，我们常住的师父们，还有不管是在里面做内护或者做外护的师父们，大家都非常的担心。刚开始要建这个道场的时候，我们是已经尽到这个道场能够建的地都来应用了。当我们在前面铁皮屋用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讲，我连住都没有地方住，都不知道去哪里住的时候，师傅啊，你去那个修水间不高了。可是我们如果再长大一点点哈，根本都不能建。那这两次的两房看下来，大家已经慢慢在整顿，因为说实在的，在下面这个大殿哈，每一个人都需要起来拜了，在很多动作，所以像我这种年纪比较大哈，又打开没有办法常常拜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就请到那个楼上去。我们坐在楼上的菩萨们哈，有些就是从我在能人寺一直跟到现在，那在能人寺也没办法。我们是希望说慢慢整顿，希望把这边上面的连道再弄三格出来，因为到前面呢就是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佛菩萨。可是为什么上面的人一定会想，你看那边哈，我来这样的三百多万啊，这是碍于我们建筑上我们没办法，为什么不要把它一次起到过？我想如果明年。我们来得及，我不知道来得及来不及，很多人都说应该来得及哈。到上面去的话，上面就已经多出差不多整百平，可以让上面的老菩萨站。因为有些人说啊，我嘛不是袂当爬起来，但是我都爱坐咧，要摆时我要来遮吼，真的会比较道场上大概会比较不整齐。还有我们在拜很静的时候，如果一个小朋友叫起来，很奇怪哦。平时讲话大概听不到，如果在这个地方突然间叫起来的话，大家都会受到一点干扰哦。所以我就想，如果好动的，现在还有一个十几岁的，我看他应该是可以在这里，可是他动来动去，一下子出去，一下子出来，也是会造成。后面的人很多，一看到视线看到就是一些困扰哈。我希望到明年真正我们这个大法会的时候，大家能够上去。那个十一月份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会不会有这么多人哈。那昨天实在是挤爆了哈，我在外面他们就一直跟他讲师傅被安装，因为我的手也没有办法把这个店变成那个神通殿哈很大。我记得我在还没有出家之前，我的师父就讲到他们在普陀山。现在的出家师父哈，真的是每一个都很有福报。什么时候大家想到好吃的就买来，有什么比较好用的就拿来。像我有时候想想看啊。穿这个拖鞋都比别人好一点，或者是用这个东西都比别人好一点。可是现在的出家师父在修行上，真的要请我们在家居士们真的慈悲，不要我喜欢我就买很多东西，我们就整天想今天要吃这个，明天那个不吃会坏掉，哪有时间修行？在中国大陆哦，我们。带过几次，人家出去说：“哎呀，师傅，那个是什么？”我说：“千升锅，那锅很大。”我们老和尚说：“如果你在搅那个稀饭的时候不小心跌下去，底下煮一个人煮熟了，人家都不知道，真的很大哈。”那他们能吃到什么？我记得我刚出家的时候到大仙寺，那是我最喜欢的啦，每天都有青菜可以吃。可是如果你要吃一点米，吃一点豆干，
可能要初一十五，哦，他们真的几百人就混那么一点点哦。那平时出家人吃的东西，几年前我曾经跟那个李瑞昌居士啊，他陪我去普陀山的时候，我看到在那个屋檐上，它是下一层的屋檐，我们在上面正好够得到一坨一坨的东西，是什么？豆渣。他在我们过堂的时候跟我们讲到，来这里要修行的时候，把心用来修行，不要想要吃这些东西。连我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我都没有办法去想象到，真的去那边，他说一坨一坨的豆渣，哎，为什么？游客上山，他不敢让人家吃不好的，哦，尤其是我这里最忌讳的，哪个是大护法来了，我另外弄东西给他吃，可是他们没办法，出家人都是吃那些，所以。弄豆浆去做豆腐，剩下来的豆渣是出家人每餐要吃的。哦，他不太会讲台湾话，可是他说我们吃的那个啊，用早上用你们泡咖啡的那种汤匙，一小汤匙弄上来放在你的稀饭里面，你那一餐就是吃那个。每天都有几百出家人怎么能吃？他说那个小鸟棒晒在里面也是把它。嚼一嚼就是吃下去了。那一次我特别看到在晒那个东西，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用照相机拍下来，因为我们老和尚说你上山只准帮我观想，要渡那里很多死难的，不管出家人或者是众生，不要顾着照相。我是想只有我去呢，我们家的人通通没有去，我要照一些照片，怎么按那个照相机也开不开来，也说不回来，再把电池拿回来重新开一次，没有。到了休息的地方，他们说师父师公就已经跟你讲不要让你照相。我记得今天来的那个钟明坤居士，他们亲也跟我一起上去的，明天早上照相机好了。我讲这个就是要讲回来，那时候如果是七月有在家居士供千生斋，可能不是在普陀山的，在其他地方的都为了要让人家供养一点点钱，全部都来。那东西有多少？老和尚说，来的人无可计数，他就是不准从这里排进来拿东西，然后从这里出去又去排一次。说实在的，信徒要供养也没有那么多，留一个门可以进来，其他的门全部都封起来。拿到供养的人进来都在绕佛。对不起，四大名那个普陀山的四个最大的佛堂，我都有去拜过，没有这么大啊。他说很奇怪，多少出家人进去都可以一直在那边绕佛。嘿，我昨天就想，啊，我都没那款能力啊。因家讲师父要安怎，我嘛坐了跟因讲，啊，恁要安怎？我们大家都没办法，我说不然就请他们在这个走廊委屈一下啦，哦，那有些人就今天说去，其实是小朋友要去的地方，我还不知道哎，他们有一个大荧幕放下来，可以让他们也在那边拜哎。我说啊，可能我住在这的人，我在那间吼，从来没走隔壁吼，那就要委屈那些老菩萨了，哦。那我们上去的时候，可能上面没有办法拜的人，我们就有地方。那上一次我还想，有些人说我是陪我的什么人，我可以拜啊，变成一个人要占两个位置，他坐下来，然后前面还在摆一个蒲团，哦，所以就说不行啦，在那上面的老菩萨最多能站起来就问讯一下。
所以一个道场要成就大家修行，我们要不断的想用脑筋想办法，真的想尽办法。可是我在这里，我也希望我们这里的菩萨们要想想，一个道场能够成就大家，其实不太简单。因为以前把东西都放在外面，有时候不是真正要来拜佛的，他会利用这种机会去帮你找东西啦，看你这个包包里面有什么东西。那每一个人也没有做记号啊。我们这里的师父们就说：“师父，我咱来买储物柜，给你后边用。”啊，弄来以后就开始，为什么不要每一个人给我们一个锁匙？那你想想看，每一个带一个锁匙，你走了你不把锁匙留下来，我下一次来再交好了。那来了还是我用这个好了。连住房间哦，有些菩萨就带回去，对不起哦，那个锁匙我已经带回台北了，你要打几只？那外面那个是几百个，我为什么要弄？如果放在那里都没有编号码，进来大家找那些你不认识的人， 你不能说啊，你关了，我没看到你，你哪来家敲？他就是趁这个机会趁乱啊！我说，如果这样子保管的话，马上就知道你放在哪一号给你啊。我们莲友还有很好玩的呢，啊，你号码摆啊，那号我那判进去要安怎？好像这个哦。连这个都要想办法，没办法说。他们说你弄那个会伸缩的锁匙圈，我说也不太好啦，我就说大家最少有个口袋，如果没有用条绳子先放在这里。我现在要跟莲友讲哦，我都丢掉了。你们现在有去存的人，你们拿出来看一看，每一个人真的都是有一个号码哦。啊，一个要20块。不然的话你没有号码，对不对？那你不要说丢掉了你再给我一个，要一个什么样的颜色，那个都对颜色。如果你的号码牌丢了，我们大概不只用20块才能弄得回来。那我就讲，还有信徒就跟那个服务台的人讲，服务台的人又跑来，他们说他们的水杯放进去每一次要叫我们这样废弃啦。我说现在的水杯没有别人愿意喝过你有口水的啦，所以我们用桌子放在那里，你方便。啊，也有信徒哦，他在某一个地方是主管级的人哦。那你弄这样要管理我的海清，太麻烦。我们只是怕你的钱，你贵重的东西让人家偷走。如果弄到这样，我想，我这个没有见识的人也有跟着人家到外国去，像罗浮宫是法国最有名的地方嘛，对不对？你进去，对不起，你的东西来交，我给你一个号码牌子，他有没有说我你锁匙给你？对不起，一天几十万人在进出的地方就没有。所以我现在这样讲，不是在责备大家，就是提醒大家，我们给所有的信徒一个方便。那大家不要要求到你看，如果那个锁匙，我每一个人给你一把锁匙，请问你那种高级车子都有人可以去开，只要他一把万能的，我们进来了，那边没有信徒在帮你看的话，他每一个他都可以帮你开，这种都是最便宜的嘛。那你是要稍微比较麻烦一点，现在拿去人家帮你保管好，到下午你要了再拿，还是？我讲极光是要去这个所在在达县我都爱献落来啊，那个放在那里，信徒来闲的不只是10样，你这样给我不方便，那我要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很整齐。这些怨这些大家认为的问题，我都说我们愿意收下来，看看怎么样来。把它调整，这样调整已经算是调整到，我们也方便帮大家管理，大家也可以放心把东西放在那里哦。所以我不知道有些人家里就是你一个名牌包包都有保险柜可以放可是我们这个是大家公共的地方，我就希望大家能够体谅
还有我们今天早上这个我们在里面护持的人员说，师父啊，大家人拢坐咧上啦吼，我唔知要甲讲无，因为咱这是要来忏悔吼，咱也拢总点点坐咧，吼，我讲无要紧，恁稍等甲伊讲者，请大家若下当规个人尽量跪咧上，吼，那还有一点我要建议，有些老菩萨真正是不能拜下去，真的还是想我愿意，我要下来吼。那他站在中间，人家后面全部拜下去，他一个人站在那里。从这个地方看下去，还是从外面看进来？伊讲啊，我都老啊，我都没当摆啊，我们有上面可以让大家问讯的地方。他希望来坐在这个地方，又不喜欢上去了哈，都想我还没老。像我的同学，那时候人家要跑的时候讲。七十几岁要八十岁啊啦，唔免走赢人啦。你若伫边啊念就足好啊吼。所以他有时候会说：“我冇人老吼。”所以是要保护大家的安全。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如果真正没有办法拜的老菩萨吼，往后面站一点，不要你站在中间，人家都拜下去，你就是站在中间，一个人站真的很难看吼。那我们身体很好健康，我们能够拜的话，当然能在这里拜下去。我们未来要这个大殿真正能够整齐，我费了很多心，可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去体谅到了哈。事实上一个道场要让大家那个心能够静下来，用心来修行，我们自己也要成就别人，不要想我想这样就这样啊。这个我希望大家能够合作一点哈，今天因为我们还有读书文，所以时间比较长一点点。我只是把我们这里希望我们这个道场哈，将来楼上弄好的时候，有时候委屈后上面的居士们哈，老菩萨们，我说啊，那无法大的时阵是不是外靠哈，那个走道，他们说哦，现在三十几度吹进来的都是热风。哦，我有时候热到我没办法说，咱来外面走到这哈，那个凉风就会进来，比里面还好，可是还是很热哈。所以我们也是尽量想办法，那个儿童区那边，我们希望也用电风扇，让大家能够在拜佛的时候能够舒服一点。好，我如果讲了大家心里有什么不高兴哦，请大家原谅我。好，请站起来。雄拜下去。下去了。